水，率领全体律师参杂着咱这一次俄罗斯建庙70周年，2018台北观音文化祭，我们的旗安绕境，咱的旗安绕境。
Thank you.
新乐团参加着咱这一次俄罗斯建庙70周年台北观音文化节吉安邀请的活动，咱所有前头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做好。
这个参与到咱这一撮，是安照计划当，已经功成圆满，回来到咱葫芦丝就是啦。这是咱大陆部分中目前会当出门的条件。
大家辛苦了，来跟着来。